你是 chef 吗？我是新的阿哥。不会煮的，不会煮的。哇！做这个节目压力很大。选 C， 当然是选 A。四个字形容我，一败涂地。八频道全新烹饪节目，要利用冰箱里面有限的食材做料理，从冰箱里寻美味。冰箱有什么呢？我们就煮什么。从美味里找均衡。冰箱里面有什么秘密呢？6月29号起，每逢星期三晚上8点，八频道冰箱的秘密。